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去吃早午餐。本期节目由深蓝医美赞助播出，独家优惠致电垂询。小假期周边游之夏洛特专辑第二期，给大家推荐一下夏洛特必吃之最受本地人欢迎的法式早午餐 Cafe Monty。 别看咱是外州人，去之前可是做了功课的，发现了这家秒杀不少亚特兰大 branch 的宝藏餐厅。我可是提前一个月就在 Open Table 上预约了这家餐厅周末的位子，晚了真不保险有座，里面满满当当的。这家餐厅高度概括总结一下，环境优美，服务热情，餐品量大而味美，价格还很公道。咱就说有啥不来打卡的理由吗？我们随机点的这几道，包括 Omelette， 不同口味的 Egg Benedict， Lobster and Crab Crepes，French Toast， 都没有任何踩雷情况，我觉得大家就放心大胆选自己爱吃的就完事儿了，稳得很。特别推荐一下他家超级松软 Q 弹的 French Toast 吧，搭配香蕉味的 sauce， 绝了。